Temple Pima 第五题啊，咁而家有个足球联赛啦，咁每队咧如果佢赢一场比赛就3分，和就1分，输就0分嘅。而家有一队波咧，佢就玩咗36场，咁总共咧就攞84分，咁而佢咧系冇输过嘅，咁即系佢一系咧就系赢，一系就系和啦。咁所以咧你可以 let S and Y be number of wins and draws respectively 啦，然后 S 加 Y 当然就系36啦，夹埋36场比赛嘛。咁、那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咁84点样用到咧？嗱，你赢一场就3分，咁而家赢咗 S 咁多场，所以攞3S 咁多分；和一场1分，和咗 Y 咁多场，所以 1Y 咁多分。啊，咁有两条式，记住呢个唔可以直接咁 program 出答案，一定要写 step。而家仲喺 A1 里边啦，佢就系想考你呢个写 step 啊，所以咧你就将呢一個嘅 y 寫翻做36-s 啦，將36-s 擺落去呢一度啊，咁即係話3s 加36-s 就係等於84，所以咧 2s 咧就會係去計計啦，84-36 2s 計到48，所以 s 咧就係24嚟嘅，咁即係話咧。個 require number 咧，因為佢而家計贏幾多場啊嘛，咁就24場咯，所以咧就搞掂。